玻璃做出的虾饺还是在油麻的用途呢？一般人可能不多想。韩国不是讲不会提供台湾非玻璃的回收利用率，像日本、瑞典是世界大第二哦。新竹香山有一间玻璃回收公司，贵州路面道的玻璃虾饺会由生理合作，不单只提拿来做做，是在第二摆利用的玻璃原料本工厂去用。还研发出的是在高盐、防火又强的湿性砖，本代木偶的玻璃又变作的一等好的材料。行业新竹香山工业区都一间玻璃观光工厂，实在困难无注意到，也对做从西山内用的回收玻璃红的玻璃罐呢。是木同意准做提示，意思是做的再过利用的重要原料。回收回来的玻璃，第一个就是分类，因为玻璃我们回收回来里面有些夹在垃圾啦，或是一些陶瓷啊、塑胶这一类的。一般我们瓶瓶罐罐这一类的，主要有三个颜色，就是白色、跟绿色、跟茶色三个颜色，这是最大宗的。经过分类分析，从面做木桶用胎色，如做的重新利用，又为新生命，再过做二次利用的玻璃原料。这个是我们那个一般窗户的建筑的那个窗户的玻璃，它就是把它打成颗粒状，才给那个工厂做原料。一家的豆浆业就有2300户开屯门牛二爷爷玻璃出口到海外，去台湾最大的非玻璃回收公司，当年处理超过10万吨的非玻璃，回收量超过内总量的60%到70%。台湾非玻璃的回收率像日本、瑞典排名世界第二。早期我们新竹就是一个玻璃的故乡，因为聚集在一起，相对的我们在做回收的那个这边的成本可能会比一般外县市在做成本比较低，因为我们运输的就是在这个周遭，可能降低它的成本，所以说才可以使这个玻璃回收有没有做那么久，还有那个回收这个过程比较顺利。我新闻提做回收非玻璃为50年，除了用进玻璃原料，一间公司含屯门牛二爷爷玻璃拿来做韩国岛的利用，屯门街黑的平面玻璃研发出新的6件材，换做强质湿性砖，强强的个湿性砖还做得更硬。我们这个有听到这个杂音的音乐，来，你看它薄薄的一盖，马上就。完全听不到，我们这密闭式的空间完全没有声音了。这个有测试过，它至少可以减少42分贝哦。最厉害的还有防火功能，由700度高温的火对等强制湿性转烧，让一片密封起来散不烧。这个完全是断热，因为一般防火建材它只是防火，但是我们这个是断热，完全两极化。像我们现在的烧，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烟味，或是臭味，闻到臭味吗？完全没有。除了六件材料开发，吴凤仪的目标是传统工艺也跳舞。老师傅提案各位温度下。经盘等受到融合的玻璃，同时盘出一张片呢。再个用锤用的东西同时敲下来，再个做出真正二叶形呢，就做好一张玻璃壁。因为毕竟有一些大厂商，那自动化的，你如果量少的话，他们绝对不接单。相对的，我们这种中小企业，我们生存的管道就是量少多样化，因为我们的机动性比较高，就像客人你要的。单件的几样几支，我们都有办法去跟应付给你。看银行嘛做嘛个啦，银行现在要做嘛个，这个师傅通忙会做出来一撮个。然后个玻璃通忙会翻薄的玻璃啦，翻薄玻璃然后去
回收的玻璃，唔落去洗洗沙哦，然后隔年了来拿来做。吴旺银行鼓励数年一等何伟老师傅发挥创意来做艺术创作。老板哦，为了说这个传统工业哦，怕他说失去了那个传承呐，所以哦，他勉强的来维持这个产业啊。他老板牺牲也是很大的。涉船到有安详的玻璃艺术品，本人可能唔爱钻研。佢当年唔知一路喺回收玻璃做位，其中也记了水红色的土的韩国贴片，因为要调出水红色，为加湿的温度、吞时间控制如何改精准，将几等做位出来。主要的是绿人玻璃吼，都是靠回收的再加工吼，废物利用吼，所以呢要原料呢要。很精准的配合那个回收的玻璃哦，去配合它的膨胀技术，才有办法做出来的那个彩色的颜，每一种颜色有法都能配合这样子。回收玻璃当中，有位老的插子困难在过做二次的玻璃颜料，吴凤年都推荐拿来用铁打马膏，也是普通转烘。不管是沥青或是那个布道砖哈，它主要都是开采的。小石子要去开采，相对的会破坏水土或是破坏环境污染，但是我们加这个玻璃会玻璃在里面，相对的减少它的开花、啊、但是我们的玻璃其实它的硬度又会比那个石子稍微硬一点、哦、相对的它的抗压性反而更高。顺番镜子替吴凤年的书房做到，一旦吞入无爱嘢嘅东西，全部做纸业。面对一个本但用唔错嘅玻璃，又有诶各种用途，就有诶新嘅生命，也将压背，也有诶存亡。